大家好，我是唐小妹，欢迎来到老家河南。大家从河南卫视春晚舞蹈《唐宫夜宴》中认识我，喜欢我。我的家在河南博物院，我们乐团的小姐妹们个个都身怀才艺，琵琶、横笛、排箫、手鼓，样样精通。我最拿手的就是吹奏骨笛，你可别小看我手中的这根笛子，它是中国最早的乐器，能奏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声音。来，穿越8000年时光，邀您一起听听它吹奏的韵律吧。